井柏然与 Angelababy 同岁，两人的电影处女作都留在了19岁那年，献给了全城热恋。当年的青涩男女，如今已经成为华语影坛的人气小生和人气花旦。两人在戛纳影展再聚，相约吃海鲜叙旧情。井柏然在微博晒出与 Baby 的合照，致 Baby： 我们永远停在19岁的遇见，我的老友，还不忘夸赞戛纳的海鲜真的很棒。Baby 也不吝夸奖，回应井柏然：老友，你是越来越嫩的感觉。华谊总裁王中磊看到了井柏然和 Baby 的合体照，也感慨说：有幸拍摄了两位花样男女的电影处女作，当年的全程热恋中的少男少女，现在已是中国电影的新生代中坚力量，开心。粉丝还能回忆起两人在片中的角色是小芳、小琪，还有小芳对小琪的承诺：100天以后你就是我女朋友。当然，如今的 Baby 是黄晓明的女朋友，井柏然只能当个男闺蜜了。 Yes 什么中心上海报道。